我要是有本事的话，我一定开一个螺蛳粉厂。我太喜欢吃螺蛳粉了，还有鸡爪厂，酸辣五谷鸡爪厂，还有萝卜干厂。嗯，这萝卜干真的好好吃。我哥也在外面吃那个螺蛳粉呢，但是他吃的是不辣的，他没放辣椒，没有辣椒没有灵魂。我没有减肥，我很瘦，我真的很瘦。我还没收腹呢，我要收腹更瘦。因为我每天都健身，早上起床以后，我现在吃的饭是我早上健身完以后吃的。每天运动真的会瘦，而且还会有肌肉。萝卜干有两个味道，一个麻辣的，一个微辣的。我喜欢吃那个麻辣的，因为越辣越好吃，真的。我们家也是微辣的那个萝卜干吃的比较快，因为麻辣的萝卜干只有我自己吃，妈妈和哥他们俩不是很能吃辣椒。可是麻辣的真的好好吃呀，那个萝卜干我觉得比微辣的好吃很多，虽然很辣，我都辣了流鼻涕了。因为我们北方人自己家里就会做萝卜干，妈妈经常会腌萝卜干啊，腌黄瓜呀，或者是腌一些黑豆和萝卜这种东西。这个香蕉牛奶你们有人喝过吗？我不会上架。我们家默默不在，我也不会上架。吃螺蛳粉的时候我觉得不够臭，加个榴莲进去。你烦死了，弄地上。螺蛳粉里放一点点榴莲或者是臭豆腐可好吃了。螺蛳粉配臭豆腐，螺蛳粉配糖，螺蛳粉配榴莲，真的很神仙的吃法，你们试一试。
我骗人是小狗。对，臭臭的配臭臭的就是很好吃。年、嗯。传下去，星星爱吃臭的，我不喜欢。嗯，我没有你们那种，就是我没有你们喜欢的那种喜好。我一直怀疑我的脚特别臭，是因为吃螺蛳粉和萝卜干吃太多了。就是你臭的东西吃太多了，所以脚也臭。其实也不只是我自己那样吧，就是仙女的脚都是臭的，对吧？只是平时别人不知道而已，谁的脚不臭呀？昨天我哥打 PK 的时候，不对，嗯，对的，肯定是的，每个人的脚都是臭的。我哥昨天打 PK， 然后别人问他，说你们家谁放屁臭？我哥直接说我现在我澄清一下，虽然我很爱放屁，可是我放屁真的不臭，我哥放屁比较臭，就瘦子放屁可臭了。我就是你们没谈过恋爱，可能你们不知道，等你谈恋爱你就知道了，就是一定要放屁崩自己的对象。一定要放屁崩他，这样你才知道就是他嫌不嫌你。当他不嫌你放屁崩他的时候，爱你，他是爱你的。哥，我想喝雪碧。妈，我拉屎了。吃这些辣辣的、臭臭的东西。首先一定要配的是这种甜甜的饮料，其次要配的是这种甜甜的牛奶，然后再配这种气泡，就是你吃饱了以后再配这种气泡特别多的，因为你不可以一开始喝这个你就吃不下了，你就饱了，这个是最后解馋的时候喝的。升仙了，你说人活着是为了啥呀？我的天啊，西吧，啊西吧，这不开心吗？你说啊，太开心了，我的天啊西啊西吧，太爽了。我不打嗝，待会儿就放屁可能。我喝这些东西就是打嗝不多，但是一会儿那肚子就咕咕咕咕就胀起来，然后就，但是我待会儿会很文明，我会到厕所放屁。我不是双鱼座，我是狮子座，你也可以叫我小猫咪，因为我不像狮子座那么凶，那么大男子主义，可能我是个母狮子，就是。可能我是个母狮子。哎，没变成公狮子。其实我不戴帽子也挺帅的，就是我本人的脸比较胖，然后我没有下颚线，就是我直播的时候还有拍东西的时候不好看，很丑，但是我本人好看。就是像我这种没有下颚线然后脸又胖的，就是本人会好看一点。因为我这边没有骨头，就别的男生这边都有骨头嘛，我没有，我的脸和脖子是连在一起的，我需要这么凹他才能跑出来。
负向通常都是啊西啊西那个飞，咱就是说谢谢，也祝你发财。昨天我们去喝酒，昨天我们和朋友去喝酒，然后我们喝酒的那个地方很多人都是跟我们是一样的嘛，跟我们是一样的，然后他们都过来问我说你是不是直男，我当时我说不是，然后他说，然后我说我虽然不是，但是我有对象，然后也会，然后也有女生过来问我你是不是直男，我说我不是，我有对象。也不怪别人老是说我是一，咱就说我没开口讲话呢，我要开口讲话你就不觉得，你就不觉得我是一，你就不觉得我是一，也不觉得我是直男。可不，骄傲很，骄傲死了。一的脸多长了张嘴，然后多损。也不是有对象骄傲，是我觉得跟我一样的人，我很骄傲。我很骄傲自己是这个样子的，也很荣幸自己是这个样子。我不是一，老铁，你多损，我不是。这还叫果然吗？我肯定不是呀。一是啥意思？就是不能给你打这个比喻，就是不行，不可以。要啥？有人想买这个，但是我找不着。你怎么跟喝醉了？那个没醒酒呢。那个啥呢？啊？鼠标站着。哦，在这吗？那个小爱同学他都不联网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小爱同学，你能不能放首歌给我听？你看他，那留你还有啥用啊？小爱同学，小爱同学，原地爆炸，无法连接无线网络。爆炸都需要，爆炸都需要连接网络。没醒呢，昨天喝可晕了。我昨天是，我昨天趴在那个客房地上，我就睡着了。我撞得跟个牛犊子一样，我趴在那个客房的地上睡着了，然后就早上被冻醒的，然后现在也没感冒，就撞得跟牛犊子一样。我就直接，咱就说直接醒了以后，穿了一条短裤，我就去健身了，我就在家里跳操，跳了40多分钟，当时就是出了汗以后，我就觉得自己又精神了，然后我就饿了，我就过来直播了。咱不想跟你熬到那么晚，他管我了，受死了。他把我拖回家的，他把我拖到床上以后，但是我想吐，然后我就没有，他说我能感觉到他睡着了，然后我就自己爬出去，然后，吐完以后，我都没去倒水喝，因为我当时实在起不来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昨天碰到书了，你碰到我了，就应该碰到星星了呀。
你昨天要是碰到他了，就应该碰到我了呀。我又没有喝酒。他不喝酒的，他都是在旁边等着我。昨天看他们抬酒鬼。哦，你跟我哥合影了。哦。记得给他 P 图啊，美美颜。哦 ，Hello Hello。你别需要美颜，我们俩用的是美颜相机拍的。哦。你别给他瘦脸啊，他那脸，你给他美美颜，然后给他磨个皮啊，磨个皮。没有榴莲吗？怎么？没有榴莲啊，没有了是吗？榴莲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我每天玩的都很开心，就是我会，就是你每天要找让自己能开心的事情，但是有时候吧，人也会有那个阶段，就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就不开心，但是其实过了，就是过了那个感觉以后，你就不会这样了。人也不能一直 emo， 对不对？人也不能一直抑郁。我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是神仙！我们俩就是等互联网不行了，我们俩就飞到天上渡劫了。这样，别管我们，别管我们，别管我们。谢谢，谢谢老板的关注。我们俩就是互联网，就是卖货啊什么的，就是卖不下去了，然后。这个小包你没上呀？没有啊，我吃饭呢，我就没上。我们俩就是渡劫去了，直接上天，也可能入海啊，都不一定。我不是零零后，但是姐姐，你可以把我当零零后，咱就说我喜欢别人叫我弟弟。他是零，他不是零零后，多死。这个鸡爪是一口也没给别人留了，没事，无所谓的。这鸡爪不好吃，这鸡爪那个味道吧，就是放了一夜以后有点咸了，就没有原来那么好吃了。然后呢？就太咸，然后还有点酸。我觉得咱下次要吃吧，不能打包带回来，就是在那里吃好吃，放了一晚上不好吃。那你别吃啊，不好吃。我不理解，咱不看弹幕，这个弹幕看起来，弹幕有人骂你，我帮你挡上。还想怕把别人骂我吗？我还没事，放开吧。等一下，马上。家人们，人气票怎么走一走？我们冲一下人气榜，家人们，我们冲一下人气榜，我们已经五十名了，全网五十名，什么概念？家人们，也就是说有五十个人站在咱们头上。谢谢。我牙上是不是有一个辣椒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舌头上有的。Disgusting！ 我流鼻涕了。我流鼻涕了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叶子。谢谢大家人气票，已经四十九名了。我流鼻涕了，就昨天晚上冻的。昨天晚上他睡着了 ，OK， 我自己爬到洗手间，然后去吐酒，然后我倒在那个客房门口那个位置。他自己光那个大腚，然后在地下爬，四个脚爬。我已经管了他很多次了，但是他每次都趁着我睡觉，然后自己又爬出去，我实在是管不了了，家人们。然后我就等他吐完以后，给他盖了个被子。还冻醒了，你说这得多体恤。你给我盖被子了，盖了个毯子。你怎么不把我拖床上去啊？你本来就在床上呀，你在那客房的床上。我不是，我醒来的时候我是在地上的。没有，那客房的床上。那我怎么醒来的时候我是在地上呢？你给我踹下去的。你在客房的床上，我在主卧，我一个人享受着主卧。那客房有点臭，能下单就能发货、哎、真的那些直男都臭臭的，就是默默睡过的那个床一股汗味臭臭的。
烧了八块新的，多损。默默没看直播吧？希望他没看，省他骂我。